老公，你昨天说的不吃肉了，还做素吗？今天必须做素菜。行，那你做快快，我饿。再给你做茄子啊，来个茄子烧豆角。别放猪油做啊。再给你做个手撕包菜。心里默念：刘晓彤，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啃你的骨头，套你的心。你说人家的意中人踩着七彩祥云就来了，你瞅我的意中人，左手一个菜刀，右手一个大勺，骑着猪就来了。我菜刀怎么了？左边望德福，右边泰瑞宝，看不起他。老料汁啊，哎，生抽，老抽，再放点淀粉，丢进锅里爆香。这个出香很快，直接把菜吃进去。这道菜拌饭你就吃吧。哎呀，香是真香啊！手撕包菜，咱们必须手撕。手撕。手撕包菜。手撕。啊，先把那玩意儿扔锅里吧。那个欧巴是说话是能说那么两句呢，然后记得哈放烟吧，就转成都那儿去了，糊啦！哎，兄弟们、家人们，郭一鹏那些大翻车呀！尝一口。老公，有一说一，挺好吃的。但我有个问题，你为什么炒中国的包包菜能炒出来那种韩国泡菜味儿？不信，我就放点醋而已。兄弟们，你们别看这黑不溜秋的啊，真有股那酸了吧唧的思密达的味儿。开饭，开饭，开饭啦！开始喝剩饭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个茄子炒豆角，哎，这烂乎的，看着就香，跟在外边点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这么牛吗？给我尝一口行吗？啊，嗯，咱就说老毕了，兄弟，你们小点口，这已经下去这大半盘子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？你是人吗？啊，我给你丈母娘打电话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不给我饭吃。你知道你打过去，我丈母娘只会说啥话吗？哎呀，不干活事儿还多。不干活的人还想吃饭？真拽